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呢，也要给你们知道，出门回家也要做好卸妆的工作。第一步，卸妆，我用的是 Shakura Face Cream Balm， 拿一点点就好。如果你有化妆的话，就拿多一点。这款呢 ，Shakura 的 Face Cream Balm 呢，它是新出的，所以你只需要掺一点点水呢，就可以来卸妆了。它的卸妆能力蛮强 ，mascara 都可以卸掉，每个细节都要卸干净哦。可以看到那些白白色，就是我们刚刚擦的防晒。步骤当然是洗脸了，我用的是 Shakura 的洗脸霜，一定要洗干干净净哦。然后冲水一二三遍，接下来的一样你可以看回去刚刚的影片哦。然后呢，我最后一个步骤我采用的是晚霜 Shakura 的 Night Essence Mask。 Night Essence Mask 呢，过后你就不用去洗，拿适量的就好了，不用拿太多，涂抹均匀，慢慢给皮肤吸收，有多余的呢你都可以擦颈项，然后就 OK 了。